原标题：拍摄于华沙起义期间的老照片，两个月死亡27万波兰人。今天为各位读者朋友们分享的这一组图组，是来自于二战时期华沙起义期间的老照片。通过这一组照片，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这段在1944年发生的波兰为了驱逐德军所掀起的反抗战争。在这场持续了两个月的战争中，波兰约有27万人战死，其中有接近25万是平民。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这一张张照片去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中为了抗击侵略者的波兰战士所留下的影像。照片为1944年华沙起义中的场景，埋伏在阳台上的机枪手。照片为1944年华沙起义中的场景，一名战士正在把一颗手榴弹抛向德军的阵地。照片为1944年华沙起义中的场景，在一栋建筑物中的波兰起义军战士端着一把枪朝着德军士兵射击。照片为1944年华沙起义中的场景，一名波兰起义军狙击手趴在房顶上。照片为1944年华沙起义中的场景，受伤的波兰起义军战士，他的同伴正在救治他。照片为1944年华沙起义中的场景，一名被俘的德军士兵，波兰起义军战士把他的头发剃掉。照片为1944年华沙起义中的场景，一名儿童在起义中中弹，他的母亲紧紧握着他的手。照片为1944年华沙起义中的场景，被抓获的德军战俘，波兰起义军士兵命令他们双手抱头返回搜谷，查看更多责任编辑。